actually.把这个换成这个可能磨损了，把这个换掉，然后把它装上去，然后装上去就好了，把它换掉装上去是吧？换成稍微大一点的，然后这个螺丝一定要上紧，这个螺丝一定要上紧，好的。 没有，然后要调整这个位置。然后就要调整这个位置。你调整这个位置。哦。啊，你跟他说这个。啊。叫你做那个。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三个，第一次你做的那个三个220那个。我今天要求。220怎么样？220，他如果机器做好了，你把它装上。然后这个，你到位上。是哪台呀？就他还没做完。